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。昨天我在那个韩版论坛上面看到有人在讨论说，那个野蛮森林，它出现一只叫什么什么精灵的，类似精灵王的怪物。那它的工作呢，就是专门去敲那些专门挂在那边的工作室的。那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趣的啊，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趣，因为你要怎样才能把工作室清走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。不大可能说放一只怪就可以把它解决掉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来找一下，因为韩服他们又新增一个方式啊，就是新增一只怪物嘛。那他听说是藏在野蛮森林啊，那我也还没看过，就我们就实际去找找看了野蛮森林。这只怪物居然会专门是打工作室，这个我真的蛮好奇的。那它一定是一只主动怪。看一下啊、喔，这里以前工哎哎、欸欸、有差哎、欸，这里以前工作室还蛮明显的，其实还是有啦。你像这个其实都是工作室啊，这个其实都是工作室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有了这一只，哇这只工作室，这个不知道是玩家还是工作室，有可能哎、欸、应该是工作室。它叫什么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哎、欸、跑了，哎、欸、它现在跑过来打我了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会中毒哎、欸，我看一下血哦、喔。这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、喔，这个玩家如果是开 auto 的话，他应该照理说会打主动怪，可是现在很明显的是，他没有打主动怪。哦、喔，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 auto 是不会自动打这只怪哦，难怪他们会说是专门在敲工作室的。你像如果我现在是工作室啊，我现在就一直回血就好啦。而且他打的其实还蛮痛的，一次大概40-50哦。哦，你看这个工作室都不会打他，我们来敲他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他的血，刚360开始打，我们再测一只哦。所以他这个怪物是真的可以敲工作室欸，如果说我们都不离开的话，都站在这边的话，大概就被他敲死了，至少他会把他敲飞欸。这样子看起来，这一招对韩国玩家还韩国的这个外挂来说是有一点效果，可是对台版应该是没效。韩国的官方他们在弄这个，真的还用蛮多方式的欸，都是一些小方式啊，可能360哦，他的血真的是200，我们从360打到560，他的血真的是200，然后每打一下。就是只扣一滴血这样子而已，正常玩家开 auto 也会被打。可是如果你是用内挂的话，基本上你不用打多久，你会看到了，你就会反击了。啊，所以它这个其实设计比较两难的、欸，因为它又要一方面要打工作室，一方面又怕影响到玩家，所以它的那个处理方式是，我觉得是让只数比较少吧，所以不大好找到这个。新手还是可以练的。它的数量太少了，你看我刚刚要光要找一只就要绕一下，它的数量太少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拖上来，撞这两只，它会去打它，有没有？这是它的那个攻击的特性了。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精灵王，专门在打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精灵王的介绍。那这段影片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或者是想要收到韩版最新的这个资讯，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订阅，或者是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